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尹德士哈，那做了一个懒人包给大家先简单介绍。尹德士是在2012年成立哈，就是主要是把一些大家知道一些文献索引，然后放在那个一个网站上，然后让大家查询。那上面也会有一个这些字典啊或词典的词条，还有页码哦。那一开始是只有这样的功能啊，就是说你看到某某什么甲骨文字典啊或金石大字典这一类的字哦，它的字，然后它的页码，那你要必须自己再去翻书这样子。那后来有一些在去年哦开始有一些新的功能。那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可以让不管是一般者或者是研究者，他在翻书或者查资料有一些快速的一些方便的功能。那好像说在资料算方云端，其实没有那么高科技的，就是网站这样而已。而且程式是相当老旧，就是程式大概有18年的了，就可能比在座的一些朋友年纪还要大这样。那过去我们完成什么？就是和我自己做了100多种了，100、200多种，然后剩下的也快100种是海内外的一些朋友们一起帮忙做这样子，就是他做好索引，然后给我，那我就把它放上去这样子。那现在一样持续在做哈，就是也是秉持的居零域的精神哦，没有人，我就一开始我一个在做了，那一开始刚成立只有6个文献而已，那现在已经200、300种，那不用收费哈，一样完全免费。那今天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，然后希望这个资源可以大家一起来用这样子。那未来想成为什么？就是希望大家要查汉字或什么，就可以想到尹德士这样哈，尹德士很好记哈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大家可以想一些新的点子，就是说它背后这些资料哈，就是百万笔的这个内容文字索引这些东西，大家可以再把它做什么加值啊 ，AI 啊，大数据怎么做有其他的研究或是应用。那另外当然还是如果有一些讲助什么，这个也很好啦，就是可以帮忙市长，那市长很缺钱。另外就是这样哦，就是这个。那最后，网站上要大家先 Google 搜寻尹德士，然后去看。那里面有些不清楚，我们之后可以再跟我联络，或是找我聊天这样子。这其实内容就是索引。那刚刚没有讲到，就是最重要的说，现在有功能就是说，你点那个页码可以跳到你电脑书去开起来。自己怎么过，我们详细再聊。谢谢。好，来那个南漂计划。